小刘，快打包五个煎包，今天我宝贝外孙回家吃饭。来了，刚回来啊。咱去上班了，走了。每天的忙吃得消吗？年轻嘛，不吃苦还能吃什么？再批，你要记得好好吃饭啊。宝宝们，主播下次再跟你们分享美味好食哦，拜拜。啊，胃口真好。 嗯，来不及，热食了。慢点，别急。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吃饭了？2021年东南卫视每周日晚9:15，豪氏食品邀您暖心开饭。本节目由豪氏食品冠名播出。 本节目合作伙伴别克昂科威 S， 我是一直很想学的，但是因为当时没结婚，这个行业其实很容易被现场的客人调戏。弟弟滚滚翻又翻，新娘羊仔当大官。弟弟滚滚这边非常棒，不能再念了，这是秘方，绝不外传。奶奶说土豆切完了没？土豆我切完了。那个。 我要给你儿子聊聊，我说你知道吗？你妈生你绝不是因为要你。民间主持的，我们这算是民间主持的。民间主持是履行婚姻礼仪全过程的民间主持的。本节目由豪氏独家冠名播出，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节目由品多样滋味过漂亮的人生的别克昂科威 S 联合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旺旺集团水神除菌液联合特约播出，水神真的很神。本节目由平安人寿福建分公司指定播出。本节目由华润五丰大米赞助播出，中国道五丰鲜，好米新鲜自然香。 本节目由28年专注做好油的嵊州食用油指定播出，嵊州好油为生活加油。本节目由阳光城指定播出，阳光城邀您一起回归家的团圆味。本节目由出口品质冠军代言的海文明佛跳墙赞助播出，海文明佛跳墙在家吃的山海宴。 钱啊！好啊！九九同心又相伴啦！好啊！祝两位新人十分满意，结百年啦！好啊！来，一、三、二、一，走。 这儿应该是有人结婚，每个台阶都贴着喜字儿，照着喜字儿走，跟着喜字儿走准没错。啊，然后呢，等一下你们听我的口令就好了哈。嗯，要来一种啊，刷一桌哎哈，刷一桌哎。哦，是这样子说，你声音低，好。大概在安排各种。 礼仪，谁先上场，谁后上场，啊，什么爷爷的兄弟，爸爸的兄弟，先做，做完才做到爷爷的姐妹，好，是这样子的一个送水中啊，哈，好，那你们准备好了，看来当地的规矩很多，皇家之宝准备好了，还有传家之宝，新娘，来，哇，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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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爸爸，喜妈妈，哎，你好，嗯，这位是我们刘老师刘毅仁，然后方便我们刘老师进来光临一下吗？欢迎欢迎，金牌的演员，哎，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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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太爷爷，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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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主持人，您就站这边，我这边准备一下，好不好？啊，哦，在这儿就拜堂了，我以为喜娘跟媒婆差不多。
后来才了解喜娘是福州特有的一个工种，连武夷山都没有，连福州以外的漳州可能也没有，泉州也没有，台湾也没有。所以我就很好奇，它是960万平方公里里面这么小小的一个地方特有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当然希望去了解一下。好，接下来大家响起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太爷爷太奶奶闪亮登场。来，太爷爷坐这边，太奶奶坐那边。好，当代嘛，甩了甩，开挖鬼来带，竟然聚聚在在，隔壁呢是黄宅呀。你看一下我们太爷爷，笑嘻嘻，笑嘻嘻，今天身穿一件皮衣，听说家里有一台取款机呀、啊，是，有没有？来，我们的太奶奶呀、啊，也是白白皮肤，眼睛亮，美过天上弯弯的月亮哈。来，新娘新娘准备好，跪下来，这个是我们太爷爷太奶奶哈，今天都升级的，来，一鞠躬，再鞠躬。恭喜恭喜，三鞠躬。好，来，新娘新娘起身来，位置换过来。新郎官从老婆前面走哈，哎，对的。哎，来，新娘新娘跪下来，让他拜身重啊，拜双全。来，新娘新娘准备好，来一行礼，再行礼，恭喜恭喜，三行礼。我要给王罗呢，来跪下来。啊，得跪多少回啊？这哇哈，感谢三当当的花开红艳艳，今天的新娘最娇艳，感谢太奶奶添出的金项链，祝福新娘新娘所有的梦想都实现，请记住我叫喜娘倩倩，谢谢。来，我们美丽的伴娘给我们新娘子带起来，真够复杂的。来，我们太爷爷太奶奶祝你们未来新生活一心一意好福气，吼啊吼啊，两两相随甜蜜蜜啊，吼啊，三阳开泰增吉利啊，吼啊，四平八稳成大气啊，吼啊，五福临门鸿福到啊，吼啊，六六大顺乐淘淘啊，吼啊，七星高照日子甜啊，吼啊，八方进宝挣大钱啊，吼啊，九九同心又相伴啊，吼啊，祝两位新人十分满意结百年啊。啊、谢谢，结婚真不容易，都可以收起来了。哎，四星杯子都。你这个就算结束了。是的，然后我还有晚宴部分。哦、那你是只负责娘家呢？那个昨天的你也。昨天已经做了，昨天是在新娘官家之力，今天是新娘子的回门，流程会比主日的简单一点。哦，这还算简单的呀。对对对。那为什么非要一会儿交叉拜一下？因为我们要拜双全，因为是两个人都在，我们都得拜双全。那整套的设计都是你们来设计？对，都是我们带着新人去执礼。我们在其他地方就没有喜娘这个职业，哦，到福建来听说有，对，我就说我找一找。今天我找到你，我就想跟你商量，能不能去你们家给你们家做顿饭？欢迎啊，欢迎啊，啊，很欢迎，可以啊。那你这儿工作完了吗？我这边目前工作是结束了，然后我可以先带你去我家。这些话一套一套的。你们都得背吗？都有背下来，都有固定的词。但我看你也有临场发挥啊，比如说那个爷爷穿皮衣又如何如何，就说你有多少套，就排列组合。No， 这些词哈，这些叫健听俏皮话，这些俏皮话我们是，其实我现在头脑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了，只要就能够押韵的，能够夸得出他们开心就行了。这个要需要天赋，需要聪明，需要随机应变。对，自己也会写词啊。就会写一些这种押韵的词，这样你有没有兴趣学两句？那行啊，那你给我来几句我听听看。我们这个刘老师长得实在酷，今天身穿牛仔裤，听说也是暴发户啊。其实原来也会有一些准备，还是说你刚才看到说身穿牛仔裤暴发户，是你刚刚想的？都在头脑里面了。我做喜娘到现在，我自己的词大概有1000多套。每个客人以及我们喝彩词还有敬酒词夸人的俏皮话以及现场做气氛这些词有1000多套。来找你啊，就是因为说你是带动了福州喜娘的年轻化。大概在我
十八九岁的时候啊，我也是参加了一场婚礼，然后呢，我就看到新娘这个行业，我就很想学。当下其实我是一直很想学的，但是因为当时没结婚，我就觉得我自己有做这个新娘的天赋。对对对，结完婚，然后家里人，我老公啊也不让，我老公也是一个挺大男人主义的，他其实不太喜欢我做新娘。为什么？这有什么不行的呢？现在还会好一点，就是在早期做新娘这个行业，其实很容易被现场的客人调戏。像很多地方结婚对新娘子都不太礼貌，哦，啊，更说是新娘了。作为你的先生，肯定有这样的顾虑。对，啊，所以说他一直不喜欢我做新娘这个行业，然后我就背着他学了新娘。新娘这行业就是一定要有全夫人，那全夫人就是什么叫全夫人？就是要父母健在，然后儿女双全，然后家庭幸福美满，这样子能够把更好的喜气传递给东家。那也就是说，当喜娘年纪还真没法太小了，你得结完婚，对，对吧？你也得生完男孩女孩，嗯，也不能太大，你得保证爸爸妈妈还在，这么严格呀？我生完老三，我妈就说。哎呀，你不是很想做新娘了？你现在儿子生了，你可以去做新娘了。我妈就这么跟我讲。我要跟你儿子聊聊，我说你知道吗？你妈生你绝不是因为要你，是因为你妈要当喜娘。对你来说，喜娘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新家庭的一个见证呢，然后是女性。那我们都可以见证呢。对啊，我们就是要能说会道啊，能说会道，啊，然后呢，讲话要押韵。以及要察言观色，没有这个喜娘不是一样可以结婚吗？没有这个喜娘，就是这个氛围会差那么一点，就是新郎新娘不知道怎么去行这个叩首礼，怎么去敬这个茶，到底是谁来敬。我发现你有两个细节，嗯，都说新郎要从新娘的前面过。我们福州这边就是要从老婆前面走，结婚当天要走老婆前面，这样子老婆一生才会跟你走，然后呢就不会怕老婆。不会怕老婆，怕老婆多好啊。民间主持人，我们这算是民间主持人。民间主持人是履行婚姻礼仪全过程的民间主持人，这就是新娘。走，来箱子里装的全是宝贝，每天生活都不累。老师这边，这边啊。对，我们叫 Let's Gang， Gang 就是走的意思。你说的是英语吗？英语加福州话，英语讲不过福州话来凑。你好，哦，我婆婆也来了，啊，老师，这是我婆婆，啊，来您请进，老师直接进。婆婆哈，先进厨房，把这箱子搁厨房。哦，好嘞。特殊时期，喷喷手。老师也给我喷一个。对，身上都喷一下。再喷一喷，哎，幸福生活过一生。为什么这不放个沙发呢？本来是有沙发的，然后被三个孩子蹦蹦蹦给蹦坏了。多大平米啊？妈，我们家多大？105平方。你连你们家多大都不知道？105。怎么住啊？家七个人，七个人，大家庭。那您参观一下我们，那很挤哦。房间，这是我两个闺女的房间。上下铺，姐姐在上头，妹妹在下头。啊，是很挤。这个最近我两个都拼在一起，太挤了。来，我婆婆跟三宝一起睡。啊，这些都是我的台词。哇，这可以看吗？可以啊。一拜父母生育情，情深似海伴儿行，再拜父母养育恩，报效父母到终身，三拜父母身体好，祝父母寿比南山，不押韵啊，哦，永不老啊。大家说好不好？好。啊，这些都是已经这些是喝彩，这是喝彩，这是固定的东西，固定的，做什么都不容易啊。是啊。滚床是什么意思啊？就结婚当天会安排一个那种是男的，小男孩在这个床铺上滚一滚，啊，滚个床，一般都是找自己亲戚。一盒喜烛长又长，今天一地滚滚床，一地滚滚翻又翻，新娘养仔当大官，一地滚滚这边来，今晚观音送子来，今晚观音送子来，给新人一男和一女，这都是福州的。不能再念了，再念了把你的那个词儿都给泄露出去了，别人都学会了。没关系，没关系，这是秘方，对对对，绝不外传。对，像刘老师做菜也是有秘方的，也是不能外传的哈。我都外传。妈妈，你赶紧等下学一下刘老师做饭。哎，我们看看厨房怎么样？学一下。好嘞。
哎呦，你们家这厨房非常的规整，猪脚都切好了，还有剁椒，还吃辣的，你们家？我们家会吃辣。哎呦，还有鱼呢，黄花鱼，对，青菜，好了好了，这就放心了。哎，这是什么？本节目合作伙伴旺旺集团水神除菌液。本节目合作伙伴平安人寿福建分公司邀您关注。他们都在忙，您跟先生一块给他带孩子，你觉得辛苦吗？他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回来，会给你们说点什么俏皮话呀，哄你开心吗？这不会。本节目由豪氏独家冠名播出，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本节目由品多样滋味过漂亮人生的别克昂科威 S 联合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旺旺集团水神除菌液联合特约播出，水神真的很神。哎，这是什么？这个在我们这边叫能生果，好像。这直接可以吃吗？洗过了。是水果呀？对对对，它是水果，尝一个。就不用去皮啊？不用不用，直接吃。怎么样？嗯。会不会有的人会吃不来这个味道？挺好吃的，但不甜。这个、我都是这么吃。挺好吃的。好吃吧？好。你婆婆真是很细致哈、啊，每个菜都用塑料袋分开包装。是啊。没问题，我觉得今儿晚上的饭一定可以做得很丰富。好，那我这边就先走，老师。你要上班去啊？对，我没有，我要给学生上课。今晚见啊！拜拜拜拜拜拜！我先把这收拾一下，就去找你啊。好嘞，好嘞。这媳妇儿够忙的哈！哎呀，很忙。她每天这个当喜娘都在别人家，她的确回来吃晚饭的时间就是很。你这不会带，我给你带。我。哦，就带。哟，我会带。就这样走吧，好吧。我觉得他们家老太太真的很棒，她那个厨房一尘不染，因为厨房啊。很容易藏污纳垢，我经常去别人家厨房，我都喜欢看两个地方，一个就是炒锅的锅底，有人刷锅是只刷锅里头，他不翻过来刷，他们家的锅底都不黑，还有看锅盖，洗锅盖的时候，有些人就那么洗了，但是锅盖里面那个边儿上那个缝儿有没有油腻，这就看人洗东西。是不是精致？他们家那个婆婆在这方面真的是一个很精致的人。一个排骨，一个猪手，家里有这么一个喜气洋洋、很开朗的媳妇儿，是不是你也挺开心的？你们俩应该处得很好吧？我跟我媳妇儿相处很好。很少休息，那休息就睡觉。好多人找他，他都去好远地方住。哦，就是忙点。忙点。嗯、哎呀，去年住了腰都坐痛了。哦。就是很忙，天气太冷。那您觉得呢？就是他们都在忙，您跟先生一块儿给他带孩子，你觉得辛苦吗？不辛苦了，但是算是家庭现在就没意见，就很好了。高高兴兴的，很幸福了。他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喜气洋洋的。嗯。他回来会给你们说点什么俏皮话呀，哄你开心吗？这不会。他主要在外面说的话太多，回来不一定爱说。对，就是。来，我们上次上课上到哪里了？上次上那个手捧花。手捧花，那今天上那个小姐出嫁。古夜心绿美是红啊，花错脸红变木兰了。这个动作可以这样子哈，古夜心绿美是红啊，花错脸红变木兰啊。学一下这个动作，来开始。古夜心绿美是红啊，花错脸红变木兰啊。对了，
那你们这带孩子，三个孩子才属于是辛苦，365天，完全没有休息。很高兴，也辛苦五天，也很高兴。看孩子三个都高兴呢。谁最听话？史卫军听话。三个。好像差不多吧。啊。他那个老二跟老三经常打架那个。姐姐。哟，回来了。哎，李老师你好。这个儿子。哦。儿子就这个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冯可轩。冯可轩，哇，你是中队委还是中队长啊？二干。了不起。再给我一个盘子，我装土豆丝。可以拿得出来呀。二姐，二姐，问你个问题。下棋带我起床喽。我听不懂你奶奶说什么。奶奶说土豆起床了没？土豆起床了没有？土豆我切完了。我说那你我弟弟。你弟弟叫土豆啊？我刚切完土豆，那你叫什么呀？你叫西红柿。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脸上该抹点香香了，你脸春了。阿姨，我给你带了一袋大米，产自于东北五常大米。是吧？好吃啊。你们家刘倩，把整个喜娘的工作都年轻化了，开创了先河。五峰大米呢也是开创先河，直接提供了大米的保鲜期，告诉我们大米要吃新鲜的。新鲜的。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他讲叫你7点过去呀。我把米饭做上，然后我去你们家刘倩那边一趟。是我们新男新娘的大喜的日子，倩倩呢在此祝福大家，所有的愿望都实现，所有的梦想都能兑现，所有的等候都能出现。来，接下来哈，有请我们今天刘一维刘老师闪亮登台，请刘老师为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送到祝福好吗？非常不好意思，人家新郎新娘还没上台我就上台了，我也来沾沾喜气儿。祝你们白头偕老，永结连理。他说话老是有那个押韵的顺口溜，我也学他两句吧。喜娘说的很动情，不掏红包怎么行？包里888，新人携手发发发。哇！有请我们今天新郎新娘。好，现在是一对新人立堂前，两心相悦比蜜甜，三生有幸结良缘，四方宾客来得全，五福临门合家欢，六六大顺庆团圆，七夕高照全家福，八仙进宝送祝福，九九同心又相伴，祝两位新人十分满意，结拜年。好，接下来新郎新娘转过身面向刘老师。来，我们新郎新娘即将要行感恩三礼哈，我们新郎新娘跪啊，没有，吓我一跳，90度鞠躬啊，新郎新娘准备好，我们跟刘老师来一个90度鞠躬，来一鞠躬，好，祝刘老师身体健康，再鞠躬，祝刘老师万事如意，三鞠躬，祝刘老师一年赚他几个亿呀，哇！来，新郎新娘要接好，祝你们早添小宝宝，谢谢刘老师。好的，谢谢刘老师，来掌声有请刘老师光临。其实刘一伟老师在现场给新人红包的时候，当下我也愣了一下，我也很惊讶啊，因为刘一伟老师之前没跟我讲说他有给新人准备的这个大红包，所以说当下我就想要让新人要跟刘一伟老师感恩三鞠躬一下，因为这是我们福州传统。就根据现场的整个情况，我跟刘一伟老师还是配合的挺默契的。接下来喜娘将用最接地气最享有味的福州话方言来喝彩，你讲了哎吼哎嗦哎，从没听见哎多嘞哎吼，那么哎个泡泡两个哈菜摸哈摸越行啊，好啊，你呀谁做谁滑的，虎天虎地居虎应啊，乌猴之中应接地灵啊，天南河里何止何其声啊，东啊迎接何其应啊，名都好太平啊，上大家先来祈求万岁平安万岁兴啊，祈求我新郎官应尽潇洒光明啊，我新人光啊又聪明啊，
罗姨妈了哇！哎呀，那快拜妈所愿命哦，我看莫过系我。你吃罗姨妈，华兴 QQ， 生活也主要多才女多才卡的话，一轮新加坡锻炼花肌哇，罗姨妈。哎呦，感谢罗姨妈，天朝更有你，在我心意心中开荷花结荷枝，花开富贵年年去，在我心意真卡送手把生气呀，好啊。哟，完了。Hello， 刘老师，结束了，结束了，都八点半了。对呀，对呀，走吧，赶紧回去，还得做饭。好嘞，啊，来，我们回家。本节目合作伙伴：旺旺集团水神除菌液。本节目合作伙伴：平安人寿福建分公司，邀您关注。孩子们说不出爸爸妈妈最喜欢吃什么，爸爸妈妈一口就能说出来，孩子最爱吃什么？孩子比较健忘。对，我脑袋瓜都是装这些啊啊！你的意思就是你儿媳妇是最好的嘛？你们那种。本节目由豪氏独家冠名播出，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本节目由平安人寿福建分公司指定播出。本节目由28年专注做好油的嵊州食用油指定播出，嵊州好油为生活加油。本节目由阳光城指定播出，阳光城邀您一起回归家的团圆味。本节目由出口品质冠军代言的海文明佛跳墙赞助播出，海文明佛跳墙，在家吃的山海宴。小刘，快，哎，打包5个煎包。今天我宝贝外孙回家吃饭来了，刚回来啊，赶紧去上班呢，走了。每天这么熬，吃得消吗？年轻嘛，不吃苦还能吃什么？再拼也要记得好好吃饭啊！宝宝们，主播下次再跟你们分享美味好食哦，拜拜。啊，胃口真好。嗯，来不及，热食了。慢点儿，别急。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吃饭了？2021年，东南卫视每周日晚9:15，豪氏食品邀您暖心开饭。本节目由豪氏食品冠名播出。工作总算结束了，点补一下吧，来一个豪氏，哦，谢谢谢谢刘老师，我帮你猜，啊，没关系，我自己来，没事，哎呀，来，哇哦，谢谢谢谢老师，哎，你，天天就这么在外面奔波呀什么的，其实跟孩子们接触的时间少，很少，真的很少，嗯，其实我其实都不太了解我小孩。我一说，我说我要去见你妈妈，老二马上穿衣服去。我想妈妈，我想妈妈，真的。嗯，老二是因为小时候我有带，然后也会跟我一起睡，有的时候。然后老大跟老三，他们俩是婆婆从小带大的，他是跟着我，老二跟我亲。所以我一说老二马上。那现在被你说一下，我也挺想孩子的，好像赶快回家看孩子。是啊，因为婆婆跟我讲说，你在外面。忙得多也不太回家吃饭，嗯，然后先生也不太回家吃饭，主要是他们老两口带着3个孩子，对，嗯，就是在我整个做新娘这个道路上，我婆婆是一直都是支持我的，嗯，照顾小孩我也都没有很照顾得很周到，基本都是我婆婆去照顾我3个小孩，都是围绕孩子转，然后家里所有的任务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婆婆做，哎呀，对呀，啊，对她。言语也不多，刚才做饭的时候跟他一块聊嘛，他就说你们俩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哎，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很少见，是，所以你能够做成今天，跟你这个婆婆的性格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她能够帮你把家庭照顾好，人和人啊相处，不用时间久了，待一会儿你就知道她是什么性格的人。对，她真就是默默的在做事，在做事。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幸福，有这么一个好婆婆。对。婆婆对刘倩很好，孩子给她带大，给她做饭，
给她安排好一切。刘倩对婆婆也很好，该买东西买东西，该跟婆婆说好话说好话。够了，婆媳之间，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够达到一种这样的交流不多的默契，不是很好吗？二姐，我把你妈妈带回来了。陈老师回来了，妈妈也回来了，都没欢迎一下。你儿子不理你？他永远都是不理我的。饿不饿？饿不饿？饿不饿？我跑去看你妈妈工作去了，对不起啊。老师，那你先忙，我去换个衣服。好，你换衣服，稍等一会儿啊，我做饭很快的。你们不知道这福州的天气，一月份好冷啊，我都不敢脱羽绒服。还好奶奶给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就赶快炒菜，做好饭用好油。我们呢使用嵊州的食用植物调和油，这里面呢是有玉米油，有橄榄油，加入了西班牙进口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健康、绿色，完全符合我们对一款好油的认知。排骨冷水下锅，放入少量的料酒，焯水出锅。将排骨冬瓜放入汤锅里面，大约保质4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黄花鱼对体质虚弱的中老年人有特别好的食疗作用。把切好的姜片放到鱼身上，倒入适量的料酒和生抽，蒸8分钟就可以出锅了。这是适合刘倩公公婆婆的一道好菜。放入少许油，加入冰糖翻炒到红褐色，放入焯过水的猪蹄儿翻炒上色，倒入适量的清水，加入桂皮、香叶、八角、姜片以及适量的生抽、老抽、料酒，大火收汁，汤汁浓郁粘稠即可出锅。猪蹄儿我们都知道它美容养颜啊，补充胶原蛋白，爱美的女生特别喜欢这道菜啊，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女主人刘倩。冬瓜排骨汤，清蒸黄花鱼，红烧猪蹄儿，虎皮尖椒，清炒油麦菜，来啦！哦，最后一道菜，来。最后菜菜来了。怎么了，土豆？土豆不高兴。谁惹你了？是不是你？没有。啊？没有。来来，我来吧，来吧。这都是你们家自己的菜。你们结婚的时候请喜娘了吗？有请啊，我们这边朋友都有请，因为我爸我妈那个时代应该也有嘛，有吧？你看他们那么早之前，其实我们这已经传承也很久了。没做过现在这么好。啊，你的意思就是你儿媳妇是最好的嘛？你们那种，嗯。刘老师，那您结婚的时候那边有没有喜娘？没有。没有喜娘哈。我们就没有这个职位。那应该有司仪吧？因为我是20岁就到北京，我太太呢是杭州人，我们俩在北京生活，然后回成都去结婚，就基本上是我爸我妈他们就把事儿都给操办好了，我们俩当时啊就跟回成都去表演结婚一样，就什么都弄好了，我们就到那儿去演一个新郎演一个新娘，这样子啊，然后收一堆红包就回来了。成都啊，成都的这方面的讲究特别少，连什么什么什么给父母敬茶呀什么都这个习惯都没有，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在台上要改口啊，就是改口给红包啊，对，改口就见了对方的爸爸妈妈得改喊妈妈、爸爸。我们也是啊。对，就这个。这边也是这样子，这订婚就改口。对。要不要米饭？吃米饭。啊，要不要吃米饭？我把电饭锅端出来。我来呢，我来、啊，让我为你们服务一下。哦、我们都不好意思了。来来来，来大姐把碗拿来，我给你吃米饭。大姐要多少？够了吗？要多少？够了。二姐，二姐要不要？二姐不要了，我自己来。我要吃一点，我好饿了。对啊，一直讲话，我讲饿了。讲话伤神，还有气呀、啊。
气血的不足。那汤用盐吗？好香啊，这个饭好香。你们很少这么晚吃饭吧？对，是吧？都在等了。对啊，真是体会了一下你们家刘倩的工作节奏。她要是工作完了回来再卸个妆换个衣服，可不就十点多了？对，每天这么晚吃饭，就把晚饭和宵夜搁一块。其实她只能趁着有时候没上台之前自己去哪里先垫一下肚子。你妈妈是不是挺辛苦的，大姐？你说你上次跟你家人在一块吃饭是不是？你先生也在，仨孩子都在，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块吃饭。好像还真没什么印象，肯定近期是没有了，我感觉。不拿的话，我肯定有印象。所以说，你有印象没？一家人在一块吃饭，上回什么时候？就几天前嘛，不是他休息的时候，不是都在一起。那他怎么没印象？他就比较健忘，事情太多了，每天记得。他才不健忘，他每天的那词儿，他记一堆一堆。他脑袋瓜里面都是那些东西。对，我脑袋瓜都是装这些。像他每次说我都是路痴，都不记录。我说我脑袋瓜没办法再去腾出来再去记录了，我要去记我的词。他跟你吵架的时候会不会用押韵的词儿？那没有。来，我问几个问题啊，大姐。你告诉我，你最喜欢吃什么？最喜欢吃什么？怎样办？自己爱吃什么？就是我自己爱吃什么。二姐，你回答我，你最喜欢吃什么？猪皮。好，拜。家里的皮。猪皮。好，那我问你，妈妈最喜欢吃什么？不知道。不知道。爸爸呢？我不知道。奶奶最喜欢吃什么？我更不知道，更不知道。你说，你爸爸最喜欢吃什么？青菜呀。真的？你真神！他说你最爱吃青菜，那你妈妈呢？一样，我们全家都爱吃青菜。啊，你们家真够神的。奶奶，你告诉我，你这儿媳妇最喜欢吃什么？最爱吃辣的鱼啊，水煮红鱼啊。那你儿子呢？他一样的嘛。你看，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哈，孩子们说不出爸爸妈妈最喜欢吃什么，爸爸妈妈一口就能说出来，孩子最爱吃什么。哎，你们一家人有没有出去旅游过呀？很少。孩子还没长大，没办法。等这个疫情就是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可以去玩的时候，你们俩夫妻去玩，我们俩夫妻带孩子，一年也要有一次这样子。等小孩长大，你们也老了。对啊，走不动了。在别人最幸福的时刻出现，他帮别人的幸福添砖加瓦，为别人的幸福做出他的贡献，但是他家人的幸福呢，可能会失去了很多。工作和生活很不容易协调在一起。这恐怕就是每一个所谓的打工人共同的一种忧虑，共同的一种困扰。这个困扰会困扰我们多久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找到解决困扰的办法。饭吃完了，我也该睡觉了，下一次去您家可以为你做顿饭吗？